哎呦 ，What's up？ 今天呢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要玩啦、啊。这个东西呢，就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玩过的，那就是真心话大冒险。今天呢，我们不玩真心话，我们只玩大冒险。因为哦，昨天半夜的时候哦，我在房间要睡觉之前，我突然间看回艾雅之前的一个 video， 他们玩那个 steady game， 他跟 Domedo 玩 steady game 哦，他们做高好人，很好笑那个片段，他们就是一直拉呆拉呆的很蹦，然后他们一直放异样的，一直做高好人，所以今天呢，我想要再拿来玩，要玩在谁的身上呢？等一下你们就知道啦。所以呢，目前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 gang 的，所以等一下哦，一样哦，就跟 Domedo 他们那时候一样，等一下我们拉呆拉呆的很蹦的时候，如果我头看上面啊，就是这样子。OK， 手板就朝上。如果我低头呢，这个就朝下。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 ，OK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就要到了我们今天的 target 人物的店了，所以你们很快就会知道是谁了。他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人。哎，等我小王。Everyday 什么什么什么？小王。Every 你收什么？收什么？我们做人要 real， 收什么就要拿出来。收什么六？收什么九？到了我们这个目的地啦，这目的地就在这边，噔噔哟！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我们的大冒险了。我们的大冒险是什么呢？就是夹娃娃。我来自新疆的高米儿子娃娃，娃娃，吞吞吞吞吞吞吞。哎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吞吞吞吞吞吞吞。Crazy toy。所以你夹到那个娃娃啦，他会他你夹到那个娃娃奖。很无聊，所以道歉，请为你的无聊道歉，磕头，磕磕下去。不要！有吗？有吗？有。OK， 我们在想到一个大冒险的方式。OK， 我们等下拉掉零件刀是烂，没有，我们烂比较简单。我们烂掉，然后中了那个哦，就要随便去选一个人，然后直接磕头认错，然后跟他讲对不起，我下次不敢了。OK， 是这样子啊。OK。我怕就是等下我中，然后我磕完了，我不然给他什么。对不起，不敢了，拜拜。OK 吧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。来打你打蹦。再选一个目标，然后阿旺就要去做这个东西了。我是大胆，但是我不服气。你不服气，可是你大胆吗？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又想要另外一个东西了啦，就是那边的店哦，那边的店那边啊，有三个店员站在走廊那一边，所以呢，我们是在一样拉呆拉打力打蹦，谁中的那个人呢，他就要去到那个三个人店员的面前，三个店员的面前，在他那边扮演刺激的角色，还要在那边可能要做什么动作呢？你示范一下，可能就是舔包，舔包，舔包，然后蹲着。然后趴着，哈哈哈哈哈！他已经够沙发的感觉。OK， 就这样子来，怎么样？啦啦呀，啦哩啦蹦。
哎，来你拍，你拍。你有做什么动作？哎、欸，你有趴着吗？趴尸，他没有趴着，都没有趴到，很像啊，尸，他这样子。有，这我看到，他傻眼，那个店员傻眼。我忘记趴了。可是我觉得你太远了，我不拍得到没有？我要回去看才知道。我忘记趴了，我想不到，我在想那时候。我看到你丢炸弹那个老笑。硬的，僵硬的动作。就是有嘞，我们现在想要第三个大冒险的一个玩法，然后哦，这东西哦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店这边嘛，看到吗？之前店内它是卖那种手机壳啊，然后 screen protector 那种东西，然后我们刚经过的时候哦，我又看到了靠在那边放着一瓶水，就是那个店员的水，我不知道什么水啦，看不清楚，就一瓶水。然后等一下哦，我们输了的人。我们要假装进去里面假假看电话壳这样，然后要很顺手的拿他的水，然后把水槽插进去，然后这样子喝，喝了过后要很顺其自然盖哦，然后再放回去，然后再继续看电话壳，看他店员会有什么反应，干嘛？来啊！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来啊！来啊！啦哒哩啦哒哩哒砰！鬼！你们讲了噻，我讲不是讲好做法的呗？做你啊！做你好了，这种是报仇的东西。Revenge。所以马上离开。我们在外面拍啊。坐这边。啊，这一类，这一类。要有僵尸，要有摇晃。我觉得可以的，我觉得可以。我没有看到反应，我不敢看他。他本来是没有反应，他没有发现到。可是你要跑的时候啦，他就看到这么水变得多了。哦，我拿水他没有看到。他拿水他没有看到，还没有反应啊。谁？他还没反应，然后过后你跑啦，哎，哇，这么有人过水啊？什么事哦？这样子感觉。不过讲真的，那个水又真的很好喝些。哟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走出来外面这边啦，所以今天的 Daily Vlog 到这边结束啦，好不好玩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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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下雨啊，好不好玩先？好玩呀，很好玩。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啊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，他们讲好玩，所以今天 Vlog 到这边结束啦，拜拜，知道你们，我们明天见。